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后明浩加入合颂传媒，赵丽颖前来祝贺，有望合作新戏。后明浩新一代的青年优秀男艺人，从2014年12月12日，后明浩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给我们带来很多优质的作品，以开朗暖心的性格俘获了广大粉丝，同时在荧幕中带给观众的温暖和感动。今早合颂传媒官微宣布，后明浩正式加入合颂传媒，趁有目标、有规划、有温度的助力演员后明浩拓展其个人事业版图。风烛沧浪，和你一起全新起航。对此，后明浩也及时发微博表示和新朋友一起前行。身为合颂传媒的合伙人之一的赵丽颖也发微博表示祝贺，既然身在同一个公司，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他们也很有可能往后会出现在同一部戏，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希望能够在当局的大环境下，后明浩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传播满满的正能量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